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想出个问题来考一下大家，有一个成语叫做鹬蚌相争，在所谓中里头呢，真多的鹬蚌，好多人可能即使唔知哪中里头，有朋友来问我，那么这个鹬字呢，有人解读字本，读到极，有朋友用普通话解读，叫做鹬，就普通的来鹬嘛，其实伊个调上的读音是鹬。噶六块东，噶六档音，哈，发六个六档音。日令这个是棒呢，有六个音，这个是棒，这个是红。那平时交流，真六个读音拢好硬。比如讲，安徽名菜，老棒怀珠，老红怀珠，哎呀，无所谓。但是有这个安徽地名，棒包就必须读作棒，莫读作红包。理清楚了这六个字的读音。能回到到视频开头的问题，这个成语应该怎么读呢？你应该就知道了。鹬蚌相争，鹬蚌相争，也好，鹬蚌相争。